今天呢，我和姑姑我们来上面收南瓜的时候，然后看到有很多蚂蚱，然后今天晚上咱们就行动了，拿上老公，咱们一起去找一下看有没有，不知道它有没有爬上来。今天的话，看是看得到很多的。看这个蚂蚱好肥啊，这个小小的这个看到没有？嘿嘿，现在天黑，它就爬上来了。这里还有一只，我看到了，这里还有，那超多这里。这晚上它不容易跑，这才好抓，一抓就抓得到了。哎，还会跑的，哎，你看，很轻松的，对吧？这白天跑很快的，夜间抓才抓得到。哎，跑了！天哪，这里有两只，一只小的，一只大的，先抓大的，先抓肥的。小的跑掉了，抓到了一只肥肥的，抓到两个小可爱，两个也收了啊。那你们爱了那信我这样哇，本来就不信了，我来见小啊，那就多爱了。好大一个虫子，这个也是可以吃的，这种超肥，这种肉多，这种晚上还发出声音的，听到没有？叽叽叽叽叽叽的，这个是你的。你看，我用了一个大罐子，觉得这个也够炒一盘了，一两盘这样的。收获不错，咱们回家炒爆炒吃，非常香的这个蚂蚱。是的，非常香的。